由黄宗泽、陈家洛、张继聪主演的英皇电影《宅迹二》即将于10月5号在香港和澳门同时上映。近日英皇释出一分钟的预告片，吸引了不少影迷关注。据知这出戏主要讲古惑仔争上位，而英皇小生陈家洛更加难得演反派，一班人在戏入面都有大量的追赶打斗场口，相信必定非常精彩。这日三位男主角齐齐现身接受专访，为电影宣传造势。讲到拍摄过程的难忘事， Bosco 就说其中有一场在弥敦道被追斩又跳天桥的气氛，由于在夜晚他们三个在暗角突然出来，后边又有一大班刀手不停爆粗追斩他们，有途人咁啱经过，不知头不知路，误以为是黑帮仇杀，吓到急急脚报案求助。而家乐就表示最搞笑是第二日见到有人将现场的片段摆上网，说是黑帮打交，讲到好逼真咁，而且还有埋故事人物关系，令他们看完都觉得好搞笑。各位敬请期待《宅迹二》。